我们新竹市卫生局也启动了一个内部的调查，那经过我们调查，北区卫生所主任他也坦诚，在6月9号当天有安排19位的卫生所的同仁到国军医院来施打疫苗，那其中有5位并非是医师人员，他是不符合接种的资格，那我们也会进行惩处，那卫生所的主任也会调职主管辞职，并且记过。我们新竹市卫生局也启动了一个内部的调查，那经过我们调查，北区卫生所主任他也坦诚，在6月9号当天有安排19位的卫生所的同仁到国军医院来施打疫苗，那其中有5位并非是医师人员，他是不符合接种的资格，那我们也会进行惩处，那卫生所的主任也会调职主管辞职，并且记过。我们新竹市卫生局也启动了一个内部的调查，那经过我们调查，北区卫生所主任他也坦诚，在6月9号当天有安排19位的卫生所的同仁到国军医院来施打疫苗，那其中有5位并非是医师人员，他是不符合接种的资格，那我们也会进行惩处，那卫生所的主任也会调职主管辞职，并且记过。